速度之王，就是你！ 加速的时候也别忘了注意安全。 跟着辅助线路玩会更顺利。
向右靠近一些。
漂移角度太大，注意调整。漂移失控时注意反打方向盘，稳住车身。别让他们逼近，加速。线是你进入弯道的最佳选择，跟着他。
油。我们已经很接近第二名了。接辅助线，别走歪，跟紧辅助线。速度太惊人了！
再靠右一点，你可以的。
We'll be right back.